小九是在对月伤怀吗？拜见，怎么了？小九，拜见郎君。又喝酒了？就喝了一点点。哼。 这球场绣的不错，你穿着就是与众不同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还少了一件相配的配饰。王君，这是本王让工匠特意打造的金蕾丝九凤垫簪，喜欢吗？ 别跟着了！糟糕，王军要干什么呀？ 本王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小九是在思念什么故人吗？本王一直想问你，你心中到底曾经有过谁？
等什么呢？晚上还想住这儿啊？回穆宁殿。是。